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我们的各位佛友啊，全世界的各位佛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师父呢还是给大家呢啊讲白话佛法啊。我们人跟人之间呢都是个缘分，有的时候呢是善缘，有的时候呢是恶缘。所以善缘来的时候呢，大家要好好的珍惜，那么它会延续，因为善缘呢它有个延续的过程。那么恶缘呢来了之后呢，你不要加重它的恶果啊，让它提早爆发，要学会忍耐，那么它的恶果呢就不会马上来。所以呢，善和恶呢都是个缘分，你知道今天不开心了，那一定是啊果报现前。那么果报现前的话呢，善的也是你受，恶的也是你受。所以过去啊佛经上讲，果报还自受啊，因缘会聚时果报还自受啊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人有的时候看穿了，这是一种果报，你就不会这么执着了。你知道今天有善缘来了，也不要太高兴，那是因为你种的。你今天知道了这是个恶缘来了，你也不要太难受，这也是你种的啊。别人而且还替代不了啊，比方说这个人跟你结冤了啊，你说我来替你跟他结，那还不行，他就盯住你啊，他就死盯着你啊。你说今天你有善缘了，你说这个好事情让我来吧，哎，不行，就得给你啊，因为你种的善因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，人要懂得承受啊，不管什么缘分来了，首先要接受它，然后呢要慢慢的改变它，要承受它啊，最后呢把这个缘分呢来解决它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其实受戒了，所以啊佛法僧里面受戒是什么？受戒呢就是把自己福德的漏洞把它堵住啊。你这个人有福气吗？人家从小的时候帮你算命说你这个人很有福气啊，为什么大起来都没有了？哎呦，你这个人大起来可以发财的，你这个人大起来可以做官的，为什么到后来就又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啊？没了，被你自己漏掉了啊，漏了啊。所以师父告诉大家啊，我们要懂得啊，一个人首先讲不能杀生，因为杀生的业报非常大啊，杀生会把你的福德全部漏尽啊，全部漏尽啊。因为一个人如果杀生的话，其实就是断了他的大悲种，就是断了他的大悲的种子啊，大慈大悲的种子啊，啊，所以师父希望大家要懂得啊，你就算啊，你说我来修补我这个大悲种，我来修复它，我来念经啊，我来许愿，我来帮助过去我对你的
杀业啊。你可能过了一世，过了两世，他这个业还在，因为很难完全消掉。等到你来世的时候，有菩萨或者有啊众生来度你的时候，啊，那些灵性他就不给你度。你想闻到佛法，那些灵性他就不给你闻到佛法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学佛人应该懂得，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一个人啊，恶业不能造，啊，善良啊不能没有，啊，你看阿罗汉圣者断我执，啊，法执没有断，也就是说，当你修到一定的时候了，啊，就算你修到阿罗汉的圣者了，啊，你可以修到没有见思烦恼，啊，看到烦恼，啊，看到一些事情了，你会因为你的思维来引起那些烦恼，那就是我执，他可以没有，阿罗汉圣者他可以没有，啊，但是他的法执没断。法执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我今天啊，虽然我可以断掉我的思维当中的执着，但是呢，我不能去把它更完美的去解决它，啊，所以我们人愚痴的人，他就根本断不了啊，这个我执，更断不了法执，因为他们没有慈悲心啊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呢，啊，他就知道自己呀，啊，所以他帮助不了别人，那么他就远离了福分，接近了灾祸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为什么你会倒霉啊？啊，别人不倒霉，为什么你倒霉啊？因为你接近了灾祸。那为什么说，为什么我要接近灾祸啊？那很简单了，你为什么接近灾祸？因为你没有生出慈悲心啊，因为你过去有杀业啊，啊，所以要教化啊，教化我们的佛友要懂得啊，因缘成熟啊，因果必到。你今天求佛的因缘成熟了，你的因缘也到了。你如果今天求佛没有成熟，那你再怎么求还是不能灵验。所以菩萨经常告诉我们，水到渠成啊！你天天求菩萨会不知道吗？那你自己的功德做了多少，你今天用了多少心来求，这很重要啊！所以菩萨经常让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，我们做人啊，为什么起烦恼？因为还没有因缘到，你当然就起烦恼了。你求了这个事情，它还没有因果，还没有到，所以你就会痛苦，会难受。所以师父叫你们要学会啊，学佛的样子要悲智双运啊，悲智双运。什么叫悲智双运呢？大慈大悲啊，可怜众生啊，帮助别人啊，一边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一边要成全众生，用自己的智慧来成全众生。所以很多人说看这人很可怜，你又想不出办法去帮他，你只有悲而没有智慧啊。所以你今天能够可怜别人，最后你又有智慧来化解别人的烦恼啊，那你这个人就是悲智双运啊。你说说看，有智慧的人怎么救不了别人？你想想看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愚痴颠倒？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啊，自净其意，自己啊要把自己的意念啊要弄了干净啊。所以怎么样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干净呢？首先呢，要修啊止观
止就是停止的止，观就是观想的观，啊，就是经常的在自己的心中啊，要心无挂碍，啊，就像一间房间一样，你不要把东西塞满了，很空的走进来很舒服，啊，就像每个人家里一个大厅一样，很多人把自己的客厅塞得满满的，你叫人家往哪里坐？你今天把你的脑子里塞得人间的名闻利养塞得满满的，你说你怎么能够停止你的思绪？怎么能停止你对人间的观察？所以止观就是参禅。参禅是什么？哎，好好的把人间的东西要有个悟性去理解呀，啊，为什么这个人要做这个事情？为什么这个人你很喜欢？为什么那个人你就不喜欢？这个全部都要参禅的。参禅是什么？要去想啊。所以人家说怎么想呢？禅定那种出来的想象，不是你观想，而是你禅。禅是什么？胸中自然的一种悟性，让你感受到某一件事情的存在和它的对你的影响，和对你心里对它的产生的感觉，那么叫参禅啊。所以我们人往往的啊，天天对菩萨求啊，菩萨你保佑啊，但是实际上做人呢，又是杂念杂乱无章，天天脑子里啊，真的是什么都有，就是佛没有。吃什么啦，穿什么啦，我应该怎么样更好啦，我应该怎么样啦，每一天都活在啊一种啊杂念当中啊，让自己呢失去了很多智慧。失去很多智慧，所以失意就随之而来。失意，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啊，当一个人失意，人家说人之啊失意是十之八九啊，每个人都会碰到很多的失意啊，不开心啦，难受啦啊啊，菩萨叫我们自知以冷忍。怎么样来克制自己的失意啊？怎么样来制止自己呢？哎，自知以忍，忍耐的人他就会慢慢的啊，就会化解自己的失意。你看很多人不开心的时候他能够忍耐继续笑嘻嘻啊，看见了啊家里啊真自己先生跟自己闹了，他就笑嘻嘻，他知道啊，这是无常的，很快就会没有的，啊，自知一忍，他就是忍耐。当你开心的时候，叫快意来的时候，自知以淡。啊，治疗他的方法是淡，啊，平淡。所以开心也不要过分，啊，这个伤心呢也不要过头，啊，常令心无增减。也就是说你经常令自己的心啊没有加也没有减。什么意思啊？开心啦，增加自己的快活啦，开心的那种情绪啦，对不对啊？不开心啦，把自己的情绪啊全部减了，没劲啊，就是减嘛。一个人说什么属阴啊？阴的东西就是看什么都没劲，做什么事情都没劲，想什么东西都没意思啊！人家说你今天不开心了，来我带你出去咱们逛逛吧，没劲。哎，今天这件事情算了，不要再去想了啊！我没劲，我不想去，我不想出去。那么你心就有增减，所以《心经》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不增不减呐、啊。实际上就是讲我们人间呐、啊。看到好事也不要增加自己，哎呦，情绪开心的啦。看见不好的事情，哎呀，整天就没劲了，好像这个世界啊，全部都是，啊，这是给你带来烦恼。啊，
所以过去哲学家就说了，站起来蚂蚁啊一个都看不见，蹲下身来蚂蚁一大片啊，这种就是我们说一种情调。所以人真正的啊心无增减啊，不增不减，那就是是名入道之人，你已经有点开悟了。所以过去古时候人家说你开悟不开悟啊，实际上他不讲你开悟的，他说你你得到了，你入道了。入道是什么？刚刚进入觉悟。得到是什么？你已经觉悟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佛法给人的启迪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人呢要学会容人之过啊，容人之过啊，不管别人做错什么，你都要啊能够容忍别人，因为他不是你啊，因为你的心不代表他的心，你的行为不代表他的行为，所以你不能容忍他，就说明你的心不能包容他啊。所以因为很多人做的事情的确不尽人意，的确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顺利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物并非为你所用啊，他们在人间并不是冲你而来的，人家是有冤的报冤，有善的还善，对不对啊？有仇的报仇啊，他到人间来他有他的事情的，非你所有非你所用啊。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是你一直能用下去，也不是你一直能够拥有的，你有了这种思维，这种菩萨的智慧啊，你就会慢慢的懂得欲望，人间的欲望永远让你无法得到满足的。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满足吗？你就算满足了，说我今天满足了，那你明天又不满足了，这件事情我满足了，那一件事情你又不满足了，所以人就是永远在无法满足的欲望当中啊，痛苦的生活着。那师父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能满足呢？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不能满足呢？那师父告诉大家，其实满足啊就是因为啊欲望，那你欲望不能满足，那你哪来的满足？那么说欲望怎么来的呢？欲望就像病毒一样，它有繁殖力的，因为欲望它会一个欲望连着一个欲望，它有繁殖力的。你比方说今天啊，有了一辆车子了，哎呀，车子开得挺好，一看别人开的车子比你好，马上欲望来了，它有繁殖力的啊。然后开了别人的车，买了之后又看见那辆车了，哎呀，那个车好，欲望又来了。所以很多婚姻为什么会到后来会破裂？因为他的欲望不得到满足，他会看了这个觉得那个好，看了那个觉得这个好，看了这个房子觉得那个房子好。所以很多人买房子就是这样，我喜欢这个房子的架构，我喜欢那个房子的房间结构，我喜欢它的里面，我不喜欢它外观。有的人说我喜欢它房子的外观很有派头，但走进去特别小，就是你们住酒店都有，有的房间很大，酒店门这个门口啊特别啊不漂亮，又觉得没面子啊。客人送到你这里来了，想想自己的酒店门面很小，哎，请留步请留步，你请回吧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如果你上面的房间很大，啊，你别看它房那个门面不好看，来，你跟我上来，来来来，到我房间里来，让人家来看看你的房间，特别的宽敞。实际这就是个欲望，啊，
因为人总是在欲望在繁殖力当中他在加强，因为欲望会上瘾的啦。就像很多人吃了菜啊，有些人啊做了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他会上瘾的啦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小的时候，一个小朋友在班级里，老师进来，他叫了一下，请起立，同学全部起来了，然后呢，大家小朋友起立之后说，老师好，那么老师就讲，同学们好，请坐下，就那个人他就觉得请起立这句话，他就觉得他有面子啊，他有欲望啊，他会上瘾啊，你叫他把这个三个字给别人，他就不开心了，让别人大家来叫叫，他就不开心了。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在佛经上讲，与虚妄处，与虚妄处，就是空的虚的这些东西都是不长久的，叫虚妄处，你强加了分别执着了，与虚妄处强加了分别执着了，分别心啊，哎呦，我跟同学都不一样，你看我是班领导，执着什么，这是我的位置，一定要我来叫的，其实就三个字，请起立啊。有的班级里只有两个字，起立啊。